好啦，其实就咁嘅。当个破地 log 了6x3次加 ax² 加 2ax-1 比 px-3 除咧，个 quotient 就系呢个3x² 加 mx 加 n 个余数就系14，揾翻 apmn 嘅数值。OK 啊，好啦，咁啊，我哋用翻个 division algorithm 去帮手啦。咁啊，留意啦，我哋就可以咧将呢个嘅破地 log 咧就写成系红色呢个嘅 divisor。乘蓝色呢个嘅 quotient，再加呢个绿色嘅 remainder。嗱，咁写完之后咧，你就将呢个嘅括号拆开佢啦，然后 group 埋啲 like terms。啊，留心啦，我哋可以咁样 group 嘅。嗱，px 乘 3x² 就3px3 次啦。嗱，点样去 group x² 咧？嗱，p 乘 m 同埋-3乘3咧，就可以出到 x² 嘅。所以我哋就直接写 np-9 bracket x² 咯。就唔需要话拆开括号再 group like term 啦，你直接 group 埋啦，可以一步过。跟住啦，p 乘 n 再减3m 又系啦，变咗 x 啦。最尾 constant 啦，-3乘 n 再加14就系 constant 啦。跟住就逐个比对啦，啊，跟住就对翻颜色啦，绿就对 3p 啦，a 就对 np-9 啦，紫色又对翻呢个位啦，咁我哋有四条 equation 啦呢度。嗱，你對翻呢啲位啦，見到嘛？3p 等於6，計到 p 係2啦，-3n 加14等於-1，n 係5咯。嗱，中間呢兩條啦，你將 n 同 p 代翻落去，就出到 a 等於 2m-9，2a 等於10-3n。咁呢度兩條 equation 兩個 unknown 咧，你就 solve 咗 m 同埋 a，最後將四個答案寫埋出嚟，咁咪叫做完㗎啦。